大家，我是阿文呢。今天下午去采鸡枞啊，我妈今天上午采了一篮子，我就下午去到那个茶林，跟那个红姑山上去找一下，应该也会有啊。终于找到一窝了，很新鲜啊，这里的。三的四五六六朵啊，这里一朵这朵大吧，啊，这一朵放进篮子里的这么大，上面还有一窝。到这个树林里面呢，鸡枞还挺多的，找了第三窝了。那里有个单独一朵的，这里有个五朵，一起有六朵。这几天又开始长鸡枞了，其实这里一个地方都不止六朵，你看这里刚好六朵，七朵连下面一朵，这下面还有两朵，这么多漂亮，都是很新鲜的，晒干最好了。其实这下面还有一朵，这窝只有两朵。你看那边还有一窝，找到三窝了，四朵，这一个小的。连那个坏了的刚好八朵，这窝你看，这窝只有一朵，脚很长的这种一朵的断了。你看这里又有一大窝，这个怎么，你看全部这样怪怪的，这个菇新鲜还是新鲜的，很多的，哇！快一篮子了。这么多了，这窝多不多？这些树枝全部被它顶起来了。其实我在那里，你看那边还有一窝的，采完这窝的一篮子都装不下了，很新鲜哦。这窝有二十多朵，堆在这一起。我刚才这里从上面过的没注意看呢，差点漏了这两窝。躲在这个树叶下面，一篮子都快满了。这窝也不少，有五六朵。这个脚长吧，这是捅到鸡枞窝了。你看那下面还有一窝，你看在这个树叶下面很多的，哇，又这么多，哇，这么多。这个拿回家榨鸡枞油了，这个不是很新鲜了，
做鸡枞油还是可以。我都准备不要了，回家的路上你看还采来过这么多，这个很新鲜了、啊、哎，你看昨天随这里路过还被采拉着采坏这么多，漂亮啊这个。这窝又是十几二十多，又来一窝，今天鸡枞是有点多，采完一窝又一窝的。有点长哦，这个泥巴里面的不好吃的，有点土腥味，又这么多，哎呀，这窝就少了，才三朵，新鲜还是蛮新鲜的，你看又来一窝鸡枞哦。在这个茶林里面，今天一全部都是展开的，没有一个孤独。下面采上来，又是十多朵的，这篮子真的快装不下了。真不要了，篮子装不下了，下小雨了，赶紧撤。今天下午采的有点多，这么一篮子满满的。今天采了鸡枞多，我妈采了一篮子，上午下午又采了这么一大篮子。这朵大不大？晚上煮给你吃好不好？哇，好大蘑菇！大不大？大。今天晚上就煮给你吃啊，这朵大蘑菇好吗？这朵大的，跟这些，晚上就把它吃了。炒了，又煮了这么多鸡枞啊，这么一大碗，中午都没够吃哦。还有番薯梗吃哦，你不吃啊，我在吃这么一大碗，很甜哦。宽一点的你啊，很美味哦。不要太多啊！不要太多。张世颖，你多喝点汤啊。嗯。中午吃这个鸡枞很鲜的，随便怎么煮都好吃。嗯。